下期看店。客人来了，这么早？完了完了，娜娜，你们没有解冻肉。哦，我完成了，我们俩疯了，不要在这里打，我要做鱼了。他们这个不合理，会让人一直等。完了，压扁了，我感觉肩膀要砸。小心小心，试试，加开水。先帮我把这些南瓜下一下，谢谢谢谢。嘿，哎哎，完了，我不知道你要用这个水，我。我们鱼糊了，没有熟吧？没熟好像是。安娜，没煮熟，米粉没熟。重新做，重新做，重新做。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，米粉生了是吧？今天晚上他们要开会了。要开会了。要不要去跟人家快吃完的几个姐姐聊聊天？我不会聊。来嘛，聊聊天嘛，聊吧。淳朴的少年来了。哪个是你的菜？这个汤是吧？啊，面，米线。那个没熟的米线，没熟的米线是他做的。我一方面感激你，一方面又不感激你。就因为丽颖不帮你们刷碗？不是，我不敢让丽颖刷碗。我帮你干活，我帮你干活，我收碗，好吧？真的？那就干起来吧，同学。这一看就是还没忘啊。就希望这次结束之后就可以忘了。哦。